考前一刻做最后冲刺，慈济科技大学护理系二季二年级的期末考场从学校拉到了医院。铃响后，请敲门进入诊间。短时间内消化考题，在客观结构式临床技能测验中做出及时准确的问诊和触诊。学校跟医院的临床的一个距离，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那个之间的那个距离把它缩短，然后可以让学生六月来就职场的时候可以快速进入状况。以往在学校都是熟悉的同学担任标准化病人，但这次在医院面对完全不认识的病人，更考验临床的反应能力。单枪匹马自己进去，然后面对就是 SP 病人，就是该做一些评估啊，或者是问诊的部分，还是会有点紧张。因为彼此都不认识，所以更有临床的感觉。对，就比较对于以往，对于之后的未来可能会更有帮助。花莲慈济医学中心与慈济科技大学的产学合作，让学生在踏进职场前能看见自己的不足，做好充实准备。大爱新闻谢玉山、邓明仪花莲报道。